目前市面上的硬碟机大都是采用 SATA 介面，这里将以 SATA 介面作为示范，寻找一个适合 3.5 寸硬碟的装置槽，将装置槽从主机壳中取出。现在的电脑机壳很多都是免螺丝的设计，所以只要将硬碟安装到装置槽中即可固定。固定好后，将装置槽安装回主机壳中，取出 SATA 线，将其中一端插入 SATA 硬碟机的讯号连接副中，再将讯号线的另一端插入主机板上的 SATA 插座，即可完成 SATA 硬碟安装工作。